比较狗咬狗，所以你看谁呀？谁怎么会讲那么难？冰冰狗吗？冰狗，冰狗咬谁？他的心湖，冰狗咬 Hershey。Hershey 前面跟陈怡那个，你看多久啊？他们两个啊，怎么啦？你说你有直播？他们有直播啊？直播什么？他们两个干嘛直播？哦，他们两个直播带货的。对，现在很流行的。卖东西的。哦，其实这样。他有公布人家的电话号码吗？哎呦，不可以这样，怎么那么了解？还讲一下什么爸爸是贪污犯，这个大家都知道的。喂，那你觉得谁输谁赢？两败俱伤。嗯，对对对，怎么说怎么说？台湾的一个妇女同胞的一个美德啊，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啊。两位好好加油吧，好不好？我呢，真心真意也跟两位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仇恨。鸡排妹好像没讲过我，那我就讲诚意好了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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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忍一下，忍一下。到最后，就因为我是一个最尊重女性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女人多嘛，我是活在男人堆嘛，我跟那个路西派，我们相依为命，对不对？还有冰狗，你们三个，冰狗是男的，没有没有，冰狗在我们上面，我蛮蛮凄惨的，所以对于女性同胞，我们是非常尊重，但是就是说要把女德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在那讲什么菊花啦。讲生殖器啦，讲不好啊！你又不是哆啦 A 梦，欸、生殖器，哒啦哒啦哒啦，对呀、啊，阿联后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世代已经，这个世代好欢乐哦，这个世代已经变成不正经了，好像敢出来那边这个大声叫嚣，你就是对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啦，你长得比那个陈怡漂亮那么多。欸对呀、啊，戴口罩你长那么漂亮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比陈怡都漂亮。对 对, 对，你出来随便乱骂，来加油，随便乱骂，想红的话就乱骂，就这样就 OK 了，嗯，好吧。对，刚刚我已经宣布，这个那个陈小姐还没进入艺能界，你已经不在了，好吗？我们绝对不想要看到这一个人，就这样。那宪哥每天被他 take 会不会也很？他有 take 我、啊，因为我都没有在看这些啊。像你们的新闻，我也一辈子都没看过。对，都是你在讲，没有新闻。我吃饭时间，然后秘书会把那个把有一些重要的跟我讲一下，要不要看？我说看一下。哎、欸，看他们两个聊天还蛮开心的。哎、欸，我就直接配着牛肉跟配着羊肉，就把这些烂东西给消化掉了。对对对，台湾要更好了，但是大家互相相爱。而不是互相伤害，阿念不好吧？所以我要跟那个郑重的跟鸡排妹，还有陈怡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我这一辈子就讲今天，好不好？ Okay. 我爱你呢，乐卡乐卡胖胖的哦，嘿，他等等，哎，乐卡啦，乐卡乐卡胖胖的，下款啊，然后你爱我都是这样，哦哟，还有人提前一年多说他要离开。我就签字让他走了，兴隆吗 ？OK， 不不不，刘根红，嗯，对对，我们到现在还是好兄弟，是是，对不对？我的爱徒没有发帖子给我，我为了要报复他，对对，怎么这一次我女儿结婚，我也不发帖子，哦，厉害哦，而且你之前就有一次你没发给他了，而且我四个小孩，对不对？我四次都不发给他，对。